在鬼风台有可能会对宜兰登陆。宜兰县长林祖庙早起就去众义乡的抽水站视察，了解洪灾准备的状况。南丰二的渔民哦，嘛拢甲船停伫渔港来避风台。孤山岛阁有太平山的园区，嘛已经封岛歇困了。海葵风台向台湾挖来，海边啊风景愈来愈大，但是苏澳景林馆也是有游客沿河线伫咧看景。风台要来，南丰澳渔民拢甲船设立去渔港做防范风台的准备。三千乡种蔥仔的农民，光景整理已经采收落来蔥仔。农民讲，风台季节若栽笋严重，蔥仔的计数可能一公斤会超过200，光景抢收降低栽笋。今仔日一定会抢收的，会抢收这样子。因为你消息来过了准啊，是，过了准啊，过了就自然起来一定抢收。用工作清洁队，光景做沙包清点数量，提供给有需要民众。宜兰县长林祖庙随意视察，准备进行抽水站防灾准备。这座抽水站2019年完工，主要是要解决准备新南村加国际村的饮水的问题。我们的大型的抽水机在宜兰县总共46台，啊，所以呢，会当讲每一台咱拢平时都甲测试，会当讲准备，啊，会当讲予咱大家呢会当平安。因为海葵风台路线这么看起来可能由宜兰登陆，孤山岛伫初日风岛一天，这么一个伫咧休园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，也看风台情形，结果决定开园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